大家好，又嚟分享下呢個《世界日報》洛杉磯版，2024年4月12日，星期五。咁咧嗱，哇！喺頭條就呢個航空業呼籲勿再增美中航班。指中國實施反競爭政策造成不公，美主要航空與工會聯署抵制。嗱，依家就中國嗰啲航空公司啦，係咪先？唔通搭泛美咩？梗係中國航空啦，係嘛？依家啲機場好多都自己咁樣，你喺屋企冇上網，佢都擺啲機喺度，你可以喺嗰度上網做，咁就減輕櫃枱嘅工作啦，喺嗰度 check in。咁你去埋位就係整行李就搞掂，係嘛？咁咧主要嘈係咩咧？因為啱啱就拜登就批咗咧，增加啲航班啊，每個禮拜。咁而家暫時係35班嘅，咁佢批准之後咧就有50班啦，五十班一個禮拜50班。就飛美國中國 ，OK， 咁咧就喺疫情嗰陣時就 cut 鬼曬啦，係咪先？咁就好少航班嘅，真係一個禮拜一兩班。咁嗰陣時我都有翻香港咧，哇！指定嘅日期、時間、地點咁滯，你答啊答，答啊答啊，唔答你就冇得答。哇！咁啊好緊張嗰陣時，但係其實冇人答嘅，真係好少人。好少人，咁咧就咁你多班機都冇用啦，係咪先？你整到稀溜溜都係好少人搭，係嘛？咁佢疫情之前咧，即係而家咧增到50班一個禮拜咧，係疫情前嘅1/3。咁如果你咁樣計翻啫，疫情前係有150班咯，150班一個禮拜。咁咧就有消息就話咧，將會慢慢又要增到100班嘅，將會增到有100班 ，OK。咁咧就而家佢話個競爭點樣唔公平咧？因為自從俄烏開戰咧，即係二二年三月，開始啊，2022年3月開始咧，就嗰啲美國嗰啲機就冇飛過喺俄羅斯嘅上空，係嘛？喺度又講啦，而中國嗰啲航空咧就可以喺俄羅斯嘅上空飛過，係嘛？咁變咗可能嗰啲航線就會順暢啲 ，OK， 唔使兜圈。即係佢如果你唔俾經過俄羅斯上空嘅話咧，咁你咪要兜咯，要兜路咯，係咪先？咁咧就變咗嚟講，佢就競爭嘅弱勢係點咧？咁你可能嗰度飛多啲，你咪用啲機油咪多啲咯，係嘛？佢飛機係用嗰啲白電油，好純噶嘛，嗰啲係好貴，應該貴啲，係嘛？咁變咗就咁，你成本貴咗，競爭咁你梗係弱啲啦，係咪先？就係咁，係嘛？所以而家喺度嘈嗰啲啲工會啊，嗰啲咁樣啊，乜乜工會、物物工會，即係同航空事業有關啦、啊。當然，咁就會唔會講得喐個政府咧？啊，我覺得機會不大，機會不大，因為而家你拜登再去話再增加100班航班咧，其實喺整體上係對政府係有利噶嘛，大佬係嘛？對市民係有利噶嘛？你嗰啲工會想保障自己嘅利益，係嘛？
都係你一小撮人噶嘛，係嘛？所以咧，我覺得佢反對無效。好啦，呢單嘢咧就影響我哋中國咧，美日菲峰會啊，南海共抗中，關切台海，關你春事啊！關切啊！你睇你個日本仔同呢、這個係嘛岸田含龍係嘛嗰個同呢個馬可士啊，馬可士係嘛拜老頭，三個傻瓜喺度，你睇呢、這個馬可士同呢個拜老頭就啊十熟九頭咁樣呢、這個岸田含龍咧就冇笑，因為佢含龍啊，含咗龍變咗你。笑唔出聲啦！咁喺南海佢有咩糾紛啦？係嘛？成日來來去，咁你馬可士嗰邊菲律賓咧，就喺仁愛礁咪擺咗個攔船喺度，喺度啊壓住當係自己咁啦，以為係嘛？咁咧就經常有衝突咧，同中國係咪先？咁呢邊日本仔咧就霸住個包釣魚台，話係佢嘅 ，OK 係嘛？咁咧就成日同中國嘈啦，當然係嘛？咁呢條拜老頭咧就話撐佢哋兩個，話唔緊要啊，同佢硬啊，繼續同中國咁樣係嘛？除咗佢哋本身嘅呢兩單嘢咧。就講到呢、這個台海都關佢事，關你七事咩？係嘛？咁尤其是呢個日本仔咧最積極，係嘛？呢、這個日本軍國主義咧啊將會復甦 ，OK 係嘛？呢、這個就撐係嘛？去。炸你夏威夷啊！再炸笑，係嘛？其實當年打二戰咧，都殺唔少菲律賓人噶日本仔，係嘛？依家你睇啦，幾好笑，係嘛？喺度互殺嘅以前當年呢、這個偷襲珍珠港係嘛？炸死你阿爺啊！嗯、啊，你啲賓妹都～俾日本仔得唔少啦，應該。咁佢呢個日本仔咧，仲要參加嗰個柯根士啊！柯根士就係佢澳洲、英國同埋美國啊 ，AUKUS 咁啊，係嘛？即係澳洲啦 ，AU 係嘛？澳洲係嘛？呢個 UK 就係英國，原來 US 就係美國。係嘛？柯根士就加埋爵士，爵士，但係冇啊！而家暫時都冇佢份啊。咁嗰邊咧就係英美澳啊嘛。其實英語係嘅。咁呢條咁嘅岸田含龍咧，就想加埋佢啊！人哋就未受佢玩啊，未受佢玩 OK。柯根士未受佢玩 ，OK， 唉，係嘛？圍堵中國，係嘛？所以中國咧一定要企硬，係嘛？企硬，係嘛？咁當然我哋有西北工業大學嗰啲嚇，一路創作一啲好犀利嘅武器，航海。係嘛？海上武器係嘛？水面水底係嘛？兩邊夾攻，當然仲有空中啦，航空、航天係嘛？指住你就可以炸你噶啦！啊，你睇兩個，你兩個契弟啊，一再一有兩隻狗。好，下次再分享其他，拜拜。